养老公司于1914年在瑞士蒙台成立，采用维尔纳法来生产蓝宝石和尖晶石晶体，供工业和珠宝业用，同时也供应高纯度裂纹玻璃用于其他结晶技术。染发公司100年来均采用此工艺，可在短短数小时之内便制作成晶体，这是染发公司日常的工作，但自然形成却需要数百万年。维尔纳法利用电解法来分解水分，每小时可制造约1500立方米的氢和750立方米的氧。铝是钟表和珠宝行业的重要原材料，它可在1140度以上通过煅烧氨化铝而获得。2000个氢氧吹管腔在2050摄氏度的温度下溶解成氧化铝，然后凝结成晶体，确保60至100吨的年产量。热处理、分割、质量监督和定向均是重要和专业的工作。维尔纳法也需要加入斯特巴诺夫法和巴格达沙霍夫法。如需了解更多技术细节，请登录本公司网站下载一份内容详实的小册子。